队长，我们今天的感受。我自己的感受是很开心，因为我可以吃夜宵，然后呢，吃一次夜宵不会胖。今天我唱歌的时候，我真的可以感觉这是所有人的感受。虽然我们不是第一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团队是我的第一。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了，而且今天面对面的有那么多创始人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他们才把我内心的那所有情绪都激发出来，可能彩排的时候没有那个感觉。虽然输了，但是其实我没有任何遗憾，因为我已经把舞台尽我全力表现好了，而且我们都已经表现好了。我很庆幸庚哥可以第五个成为我们的队友。我觉得真正的一个男团成员不只是在舞台上发光发热，他在私下，他的品行，他的一切，我觉得都是重要的。我觉得庚哥做到了一切，我要谢谢这个 team，他们让我知道了原来真的有一首歌可以把自己唱哭。我觉得18岁的成人礼，这个就是我最好的礼物。我真的是我最好的礼物。然后还有我的队长，我觉得如果没有他提出这个问题，就是抛出这个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我还是一样，就是还是那个只会给自己找借口的张星特。我想感谢小鱼跟张星特，因为最一开始这首歌的最难的东西就是歌词，这首歌的意思。然后我们的组有3个外国人，非常难，但是他们帮我，所以我们有很多感觉是因为他们帮我们。嗯，我非常感谢你们帮我。好，心情好，我很开心。哇 ！And 3、2、1 ，Woo！Yeah！